迈入第十四年的嘉义草草戏剧节将在9月24到25日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举行。历年的活动都在春天举行，今年因为疫情延期到9月办理。难得一见的秋天草草年度主题融合风气，期盼疫情随风消散。如果你对文化这个宴享有兴趣的话，我相信你只要来过一次，你就会参加15届、16届、17届的草草艺术节。这边有很多全国的所有的艺术的好手，那会整个在演艺厅，那在各个角落，那充满了戏剧的张力跟展演，还有摊位，那绝对可以让你一天啊逛到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可以享受到很多戏剧的演出。活动两天有超过100场的户外演出，包括音乐、舞蹈、戏剧以及跨域创作等演出，透过多元展演引导大家感受草草戏剧节。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是，过去大家听到草草会觉得哇，这是一群年轻人搞的活动，但其实走到十四年，我想草草它已经变成了不只是年轻人哦，它现在是嘉义各界有乡镇的、有社区的、有各个面向的角度一起，真的是全民共享的一个嘉年华啊。来到草草，你会看到精彩的市集啊，你会看到很多社区的故事，那你会看到很多艺术家他的创意的展现。那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整个展区有艺术家的加入，他重新的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，所以来草草你会看到它是一个更经过整理、有起承转合，很像在说翻一本大型的故事书这样的一个策展。此外还特别推出跨域团队编创的风起特别制作，透过现代舞、传统戏曲，将带给大家独特的感官体验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绝对不能错过。记者黄培采访报道。